너 아니었어도 언젠가 알았을 거야. 아무리 숨기고 덮어도 그게 사실이면 기어이 튀어나오더라고. 由韩星李钟硕和朴信惠主演的韩剧《匹诺曹》，因为讲述真实的记者生活，引发共鸣。开播以来，人气一直高居不下。近日播出精彩大结局，这对苦命鸳鸯历经各种考验，终于步入礼堂。又哭又笑的情节穿插，也让收视率达到13.3%，不但领先同档的戏剧，更创下本剧最高的收视率。李钟硕饰演的齐和明在最后一集中与凡鸟百货朴露丝的对决完胜，他和崔仁和也终成眷属。不少粉丝看到朴信惠披上婚纱的模样都直呼美翻了，而他被李钟硕用嘴堵住问题的那一幕也闪瞎了不少观众，直说这吻戏也太自然了吧。又哭又笑的大结局让粉丝相当不舍，而剧组也释出了杀青照，四人帮各自拿着剧集的签名簿向粉丝们说再见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